大家好，今天让我们跟小猪佩奇一起来为乔治做一个美味的蛋糕。佩奇拿来了做蛋糕的材料，这里面有蜡烛、水果，还有蛋糕。让我们一起来制作美味的蛋糕给乔治吧。首先，我们要来做蛋糕，就像这样子把蛋糕粘到一起。看，美味的巧克力奶油蛋糕做好了。然后我们要装饰上蜡烛，有绿色的、蓝色的、粉红色和黄色的蜡烛。乔治今年刚好4岁呢。然后还要装饰上美味的水果，有草莓、蓝莓，还有这个是什么呢？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？不要忘了，这里还有一块生日快乐的巧克力。美味的蛋糕做好了，佩奇把蛋糕拿过来给乔治。乔治，乔治，快看，这是你的生日蛋糕。哇，看起来好美味啊，可以吃了吗？吃蛋糕之前要先吹蜡烛许愿哦。好的好的，蜡烛吹完了，终于可以吃蛋糕了。让我们一起来为小猪佩奇和乔治分蛋糕。用小刀把蛋糕切成4块，切好之后再分给他们。这一块有巨大的巧克力和甜瓜的，是给小猪乔治的，因为今天是乔治的生日。嗯，好好吃的蛋糕啊。这一块有草莓的，是给小猪佩奇的，因为佩奇很喜欢吃草莓。嗯，好好吃的蛋糕啊。还有2块蛋糕，那你们也一起来做美味的蛋糕吧。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